霍乱由于外感风寒，内伤生冷，致阴阳交错，变成吐泻，初起伏珍珠散二钱即愈，或金叶丹百利益愈，如寒气入腹，薄于筋脉，至筋抽转，即以瓦烧热，直果烙筋转处，利愈。若吐泻后，胃气大损，六脉沉细，四肢厥冷，乃真阳欲脱。九中丸五十状，关元三百状，六脉复生，不久则死也。霍乱之症，三焦失运，中土受伤，一时心疼腹痛，土力频作，挥霍缭乱，烦聚不宁。大法温其三焦，调其中土，一剂可愈。至若厥冷无脉，非重用温补不可，否则转筋入腹而死。进士十一部云中暑，疾言杀发，禁用官料，进士凉冰，刺其连阴，针其曲泽，以大泄其血，不知脾胃受伤，中焦之溶血已竭，而腹大泄之，辟下紧而头已实也。此种一人罔顾人命，真也狼心虎腹人耶？存救人之心者，当须体察。又括号